准备好了，开始。找中间点。圆圈的大小。先画个大圆圈，再画个小圆圈在里面。根据圆圈的大小，分格子。再分一半，连成线。再分一半，一共12个格子。在格子中间画线，可用钢笔。画外轮廓。第一和第三格子的中间连成线。第一个点连线去第三个点，形成三个三角形，再从三角形的中间画线连至中心点。清理干净。准备基本颜色。黄色。红色。蓝色。绿色。橙色。紫色。浅绿色。浅橙色。橙红色。紫红色。靛色。深绿色。